还要勇敢闯一遭，大案有高招，嘿嘿，小案细思巧，不管地多厚，不管天多高，前路在我心中，哪怕风雨摇。公道公道是做官之道，不论你官大还是官小，厚道厚道是做人之道，平常心让你没烦恼。公道公道是做官之道，青天艳阳高高照，厚道厚道是做人之道，世人随风我逆潮。公道公道是做官之道，不论你官皇上免你死罪，可是赐婚的事情都已经人人皆知了，皇上金口玉言，我还是得嫁给你。你要是打不死大老虎，那我也一定被迫守寡，婚事也一样取消不了的。别的就不说了，你长得也太难看了。喂，你说我错我承认啊，可以说我丑我可以一点都不承认啊。切，起码不像你脸长跟大肉包子似的。您不舒服就在屋里休息吧，怎么出来了？我想冲一下席，我的病也许会好得快些。哎，他们两个挑了日子没有啊？挑日子？您也赞成他们的亲事啊？选来选去还是陆小凤最好了。嗯，我同意。嗯，是吗？女儿呢就要嫁了，但是儿子呢怎么也找不到啊。不要担心呐。一片月明千里，有幸遇人常伴，嘘寒问暖，点滴心头啊。今日马不停蹄地赶了几十里路，真的是感觉到腰酸背痛，可是随风仍然是神采奕奕，侠女果然是侠女啊。看来以后有空的时候正要多运动运动，不然以后我怎么配得起他呢？在驿站稍歇的时候，他突然不见了，吓得我呀，非常时期嘛，担心他被人抓去了。原来他去买了冰糖葫芦来给我吃，气得我呀把冰糖葫芦都吃光了，又惊又甜。我终于明白，随风就是我的冰糖葫芦。今天和他吃饭，我才发觉原来他很喜欢吃辣的，怪不得他这么容易发脾气。仔细想一想，原来一直很少和他认认真真的坐在一块吃顿饭，又不常和他月下散步摇曳共对，每次见面不是吵架就是共商大事，毫无情趣。哎，宋世杰呀，你要记住，要多让一让他，你的嘴是用来哄他的，不是用来惹恼他的。如果他走了，你就凄凉喽。喂，好兄弟，干什么呀？你这是干什么？不是那碗汤吧？我警告你啊，你不要再找人逼我喝那些东西。什么？我是为了你好啊！哎，你看这强身健体有什么不好啊？喂，那女人你是不是没给够钱呢？她打人的。女人怎么会打人呢？苏世杰啊，一场兄弟不怕坦白的说啊，你是不是很想啊？废话，你不想啊？所以我说你一世聪明就死在女人手上了。哎，如果一个女人睡着了，你猜她还会不会打人呢？我给她吃。等一会儿，等一会儿。哎，用用脑子吧，你看看你这个模样啊，有没有人肯喝你的东西啊？那怎么办？
很多人怀疑你是不是真的疯了，但是世杰，不管你是不是真的疯了，我都会留在你的身边。如果你真的疯了，我会照顾你一辈子。你困了吗？困。来来来，再喝一杯。来啊，来呀、啊！啊！你在酒里下了药，你哎呀！不要打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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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不要打！不要打！洪立白，又是你在搞鬼！不要打我！不要打我呀！站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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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立本，立本，立本，立本！洪立本！不关我事，不关我事啊！不关我事！哎呦，哎呀，哎，连你也骗我，所有人都骗我！世杰，站住！哎呦！都别走，拦下！宋世杰闯进小楼了。什么？混账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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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混谁让他闯进来的？老爷，废了他！是，不要啊！慢！
如果一朵伞的事真的是他做的，你们能想到吗？你想得到吗？少爷，我们到现在也想不到。快走啊，我爹回来了。你爹回来了？好啊，我们等的就是你爹。我跟你说啊，应南是好官中的好官，打击罪恶他一定不会手软的，除非有一天呢，他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啊。应大人又怎么会是败絮其中呢？只不过是张玉琪势力太大，应大人也是有志难伸呢。喂，也不能这么说嘛！你忘了，皇上让我们抓人采花大盗，又让我们干什么来着？清君侧。嘿，应大人以为张大人势力大就明哲保身是不是？知不知道有一条啊，叫不为主尽忠？咔嚓，咔嚓，知道什么意思吗？死罪啊！应大人又怎么会是明哲保身呢？只是想留待有用之身而已。应大人乃是忠臣义士，怎会看着大清好好的江山啊？你们两个，一个是威逼恐吓，一个是动之以情。可是你们想过没有，打倒奸臣要一击即中，就算有皇上给你们撑腰，你们自己倒有什么本事啊？当然是凭我们天不怕地不怕，就怕应大人不帮我们。兵部侍郎郭子成倒是天不怕地不怕，可结果怎么样呢？落得个先被抄家后被充军的下场。哎，我们家当不多，不怕抄家，我们年轻力壮，不怕充军。只要你能帮我们找到张玉琪的罪状，其他的事情真的交给我们就好了。本官也曾帮助过你们，可我真后悔当日出手帮你们向皇上拦路告状，弄得你们爷儿俩同归一路的下场。我不想一错再错，牺牲更多的无辜生命。言尽于此，不送了。应大人，应大人，这十五年啊，昨夜我睡的是最香了。十五年了，如烟他笑了，也不知道他看到我为他准备的这些首饰，会不会再笑一次？要是那样，他的病就有希望了。老爷对夫人情深似海，哎，实在叫属下感动啊。我欠他欠的太多了。放我进去，我要见张大人。是展姑娘吧？进来吧。展姑娘有什么事吗？你为什么把世杰关在那个小楼里，叫他陪那个疯妇？丰富，哼，你知道这丰富是谁吗？他就是如烟。你说什么？如烟他没有死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好，今日老夫我告诉你也无妨，省得你总疑心是我害死了如烟。我与如烟相识的时候还是一文不名的穷秀才，后来我进京赶考，就再也没见过他。没想到十五年前在宁江县我和他重逢了，可那时
寿日，我嫖宿必是死罪，我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啊。你为了自己的前途和命运就嫁祸我爹，为了避免夜长梦多又害死我全家。张玉琪，你好狠呐、啊！狠的不是我，是遇害如烟又嫁祸于我的幕后之人。可害死我爹的是你，害死我全家的也是你。好好好，该说的我全都告诉你了，如果你还不相信我，我也没办法。不过你不要忘记，当年的幕后之人他到底是谁，你我现在还不知道。也许他才是制造展家惨案的真正凶手。不可能，所有同这个案子有关的人指证的对象都是你。你所说的有关的人无非就是陆一如和洛山呢、啊、一个是懦弱之人，一个怕是别有用心吧，你能相信吗？是我害了如烟呐、啊、看着自己心爱的女人变成这样。展姑娘，你以为这15年我过得就比你好吗？如果你真的想找出真凶，为你们展家复仇，那你就应该想方设法让宋世杰清醒过来，让他说出手记中所指的幕后之人。张大人，你别忘了，世杰他也疯了。这我不管，我一定要为如烟讨回这么多年受的苦和罪。况且那个幕后之人时刻威胁着我，我也受够了。这我也不管，总之我想见世杰，请你不要伤害他。好好好，你放心，在没有找到那个幕后之人之前，我绝不会动他一根汗毛。进去。夫人，您看谁来我不知道为什么如烟见到宋世杰就会笑，也许是两个失去常性的人待在一起，有他们不为人知的天地。15年来我就没有见过如烟的嫣然一笑啊，这就是我为什么要把宋世杰关在这个小楼的原因。其实这么多年来，我一直在寻找这幕后凶手，但是我找来找去始终是确定不了。你有这么多的仇人，当然确定不了是哪一个了。姑娘说的对，我确实有很多仇家，
可是这个仇家和别的不一样，他时刻威胁着我的性命和前程，我必须把他找出来，先下手为强，以解我这么多年的心头之患。展姑娘，我想问你，你有没有怀疑过这个幕后黑手就是洛山洛大人呢？想出来了没有啊？你有什么高见啊？你是公孙策的后人，你还要问我？我从顺天府回来到现在，已经想了30多个办法，全部被你推翻了。我是觉得那些都不够感动人。那你上次是怎么感动你娘的呢？哼，我怎么能感动她呢？是少爷感动了她。那这次小凤也亲自出马了，也不行哦。是啊，这个应大人很麻烦的。喂，两位怎么样？想到让应大人跟我们坐一条船的办法没有啊？一看你这样子就知道没有想到啊。不过没关系啊。喂，哎呀，行了，听我说，看着我，我想到了。什么？什么？听我说，应大人其实不是不想帮我们，他是想帮我们，他是怕我们去送命，知道吗？如果你想让他不怕我们去送命呢，你就去告诉他，这条命我们不喜欢，拿去吧，不要了，就这么简单。用嘴巴一说就行了呀。啊，应大人，我们不喜欢这条命，你拿去吧，就这样。当然需要一点办法了。这样，我先问问你吧。喂，命借给我行不行？拿去吧。怕什么呢？哇，好啊。哎，菲菲，我告诉你啊，光借你的命是不行的，我还需要一个人的命啊。卖珠宝的老大妈不行，那是我娘，你开什么玩笑呢？谁说不行啊？娘，娘，你身体不好，怎么还到处乱跑啊？我不到处跑，我怎么知道你会有那么多事情瞒着我？我才知道原来世界是在张玉琪手上，他是我儿子，是你的哥哥，你搞错了没有啊？卖珠宝的老大妈？不，宋夫人，你不要这么生气好不好啊？不借就不借嘛，我们再想其他的办法呀。我不是生气，我现在是回光返照，我现在什么都不管，无论用什么方法，只要能搬到张玉琪，要我的命尽管拿去好了。还有我们。你们又来了，宋夫人，你也来了。您身体好些了吗？我没有事啊。我送礼病，现在也没空得病啊。哎，那是什么呀？是送给我爹的吗？我爹可不收礼。怎么又是你们呀？呵，都到齐了啊。我这个怎么病也病不死的，
老太婆，想代表大家送一件礼物给你。大人，你这个死老头。小风。嗯，收到。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我们这里呢，有年轻的，年老的，有病的，还有疯的，还有坐过牢的。这里有八条人命，我希望呢，这八条人命可以让大人您出手相助而已。哎，你这是在威胁我还是恐吓我呀？回光返照撑不了多久了，娘，小凤啊，轮到你了。娘，好好好，你先休息啊，该我了。应大人，应大人，陆小凤今天不是来求你的，你不用唉声叹气，不用看我，我今天是来骂你的。听好了，应大人，你是一个好官，你为官多年，经验老道，你为人正直。我陆小凤不是一个好官，我在梅龙县当官期间，我毫无建树，我整天被他儿子宋世杰弄得跟猴一样，我还在堂上殴打犯人，对不对？但是有一点我比你强啊，大人，在我当官期间，我每天都鞠躬尽瘁地为百姓效力，我为百姓们解决纷争，但是你没有。哼，应大人，你是志异才高啊，你是志异才高的人士啊，你很清高，你很高雅，好像你已经把人世间的情分给看透了，其实根本不是。你如果不介意，应大人，我想问问你，你真的连辨别是非的眼力都没有了吗？啊，你连伸张正义的勇气都没有了。应该恕小凤无礼，你都看见了，我陆小凤是一个俗人啊，在座的也都是俗人，像我们这种俗人是没有什么好方法可以求您的，我们有的只是必死的决心。不会吧，啊，这个应大人他藏了这么多关于张玉琪的证据，你看他又不拿去指证他，又不拿去烧了，留在家里附带啊，这样张玉琪知道了他就死定了。行了，干活吧，要不后天都看不完了。对，看吧。你们喝生茶吗？好啊。喂，只有生茶没有香囊吗？没有香囊，不过有护身符，一人一个。哇，不会吧，我也有一个，我也有春波了。不，护身符，护身符。看看写什么，春波。记得我在这支持你们啊，不过你们一个都不准死。哎呀，你说实话好了，其实我死不死无所谓啊，他死了就不行了，他死了你就要守寡喽。喂，人家是小女孩啊。我不是小女孩了。听见没有，人家已经不是小女孩了。我们还要看这些材料，你先出去吧。哦，记住不准死啊，留着这条命有很多事情可以做的。宋夫人，随风姐姐，靖哥哥已经告诉我们，你在这里照顾我哥，我哥有你照顾，我们也会放心不少。展姑娘，过去的事呢，不要想太多了。正所谓，冤有头，债有主，一直都是张玉琪那个混蛋。我带你们去见世杰。娘，你要是想哥哥，就过去看看他吧。
不去了。难得他这么开心，我怕过去会吓着他。旁边那个是不是夫人呢？真是报应啊，看他傻傻颠颠的，一定是张玉琪这个坏人做的坏事报应在他夫人身上了。娘。哎呀，怎么有空啊，送你个宾夫人来看你的儿子啊。你想干嘛？不要打我，不要打我。像不像宋世杰啊？宋世杰才会被你打成这个样子啊，我不会的。你个混蛋，你这个无赖，你这个混蛋，有你在这里，你一定想害我儿子。菲菲，快带你哥走啊，快走。哇，你说带就带了嘛，他跟走才行啊。哎，我说宋世杰，你娘说要带你走呢，你走不走啊？啊，宋世杰。骗我，骗我，骗我。哎呀，你整天说我骗你，我能骗得了你多少啊？只骗一点点啊，看清楚啊，这个女人骗你骗得最厉害。够了，红利本，你别乱来，住手。大人，大人。红利本，谁让你进来放肆的？滚出去。是大人。宋夫人，您看到您儿子了吧？高勇，带夫人和小姐到后厅就坐。是，我一会儿就到。请，请。骗我，骗我，骗我，骗我。宋世杰拉走，别让他吓着夫人。是，老爷。慢，算了，就让他们俩待在一起吧。给宋世杰换身衣服，梳理梳理，别让他总是那副疯相。夫人，真的不好意思，您儿子不能走，我想让他留下来陪我夫人。张大人，你位高权重，你说一句话，房子都会震呢。就算我再不肯，也改变不了什么，对吧？哎呀，不敢不敢。夫人刚才都看到了，不是我强留宋世杰，是他自己不肯走啊。说来也怪，我夫人自从疯癫之后，就不会笑了。可是见到令郎之后呢，他却笑了。啊，令郎在我夫人面前似乎也忘却了一切烦恼，病情有所好转。我怕夫人把他带走，他又会想起被人欺骗和玩弄之事。这样一来，他的病情必然会加重啊。夫人，您说是不是？既然是我哥自愿留在这里的，我也没什么好说的。我呢，不指望你对他好，我只是希望，请你不要再让洪立本这样的坏人接近他。好，我答应你。另外，张府的大门开着，你们母女俩随时可以来看宋世杰。菲菲啊，我们走吧。嗯，张大人，告辞了。好啊，恕不远送。随风姑娘啊，我儿子总算有了个安全栖身之所了。至于他的病还能不能治好，就要看天意了。我劝你还是尽早替自己打算一下吧。夫人，你保重。你也是。走吧。
菲菲姑娘，送药给宋夫人呢。啊，是啊。她的病怎么样了？如果还不见好，我给她换另外一个大夫吧。啊，多谢骆大人关心。我娘的病虽说未有起色，但是基本上算是稳定了。啊，这样啊。好，我真的不明白，为什么你们知道你哥哥和柔儿在张玉琪的手上，你们个个好像都不紧张呢？我很想接他们回来，小凤又说不好。啊，小凤没告诉你吗？什么呀？手记呀、啊。手记？啊，我哥呢，在上京的途中写了一本手记，手记里面详细的说出了当年谁才是害如烟姑娘的真正凶手。啊，不过呢，好像也没说得太明白。你又不是不知道，我哥这个人呢，经常故弄玄虚，再加上他现在又疯了，随风姑娘他就留在张府照顾他，希望他能够清醒过来。柔儿，你总算来了。不要过来。柔儿，二叔，请你告诉我，15年前我一家被灭门的真正原因。你在说什么呀？我知道你现在住在张玉琪那里，他和你说过什么？你不要信他的。我相信的不是张玉琪，是宋世杰。宋世杰不是已经疯了吗？他疯之前留下一本手记，上面写着杀死如烟的不是张玉琪，而是另有其人。你说什么？我不是已经说过了，如烟当年是服用过量春药而死的，是张玉琪害死的，与他人无关呐。那一多伞呢？一多伞又是怎么一回事？一多伞？什么一多伞？我完全不知道。我可以对你爹的在天之灵发誓，我说的句句都是真的，相信我吧。是吗？你怎么来了？师父早就交代过，要我好好的看着你。骆大人，你刚才发誓说句句都是真话，完全不知道一多伞的事，是不是？我也知道骆大人为人谨慎，行事小心，只不过呢，大人也可以说一句是还是不是啊。刚才你发誓的时候声音很大呀。二叔，我只想知道真相，你把你知道的都告诉我。你问我什么都没用，我什么都不知道，我只知道杀你爹娘的那个人叫张玉琪。真的？骆大人，不知你有没有兴趣看看这本手记里面写了什么？想不想知道里面写了什么？当日师父把这本手记交给我的时候，我就偷偷抄了一份，以防不测。你知道一朵伞的事，是因为你就是杀死如烟的凶手。胡说。哼，我是否胡说，大人你就茶壶装饺子心知肚明了。但是有一件事是你做梦也猜不到的，如烟他没死。不可能，吃那么多一朵伞他怎么可能不死呢？哦，说出来了。骆大人，你猜一下，如果我将这本手记交给张玉琪的话，
他会怎么对你啊？我没杀张有为，是张雨绮，张雨绮杀的。不管是谁杀了我爹娘，我只想知道，这么多年，你为什么一直不告诉我？是你杀害了如烟，才会有我们展家全家灭门的惨案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你真正的用意，根本不是为了让我爹沉冤得雪，而是为了铲除你的对手张雨绮，对不对？是，但整件事情都是张雨绮搞出来的。如果不是因为她，她逼得我那么紧，我为什么会这样？这些年，我费尽了多少心血？我为什么每天要擦血？就是因为我要提醒自己，如果一不小心，我就会死。